这个金朝的这个皇帝呢，有类似这个李阳冰，也有一点点，不止李阳冰，还有其他人的。唐朝的。的笔法啊，还有运笔的感觉，当然都是中锋啦。所以这个包裹的裹缝当然明显啦。这个包起来的裹缝当然是明显。好了，那就排到这里就好了，这一个。